拥在怀中，历历往事伤心痛，岁月不曾带我走，也不曾停留。当你远在天边，我依然一本初衷，守住心中的温柔，酸甜都尝过。因为有你在心中，让我变得勇敢，就算不能在一起，此情永不移。懂得你的心我会珍惜，懂得感谢上天让我们今生能相遇。懂得你爱就在这里，懂得你的心我会珍惜，我会付出所有的自己，让你相信爱就在这里，我会付出所有的自己，让你相信爱就在这里。这里有一张空白的支票，就算我送给你跟国庆的见面礼，你要多少自己填上去。感人呐，大年纪下的梦喜呀，你还不赶快谢谢干爹啊？哦，谢谢干爹啊！啊，不，谢谢晋商啊。可是哦，我不能够接受您的支票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我要是接受您的支票，那我这颗感恩的心，不就变成了一颗贪婪的心了吗？我宁可要一颗感恩的心，所以我不能够接受您的好意啊。嗯，好，有志气，我欣赏。不过我跟你讲，你把这张支票转交给国庆啊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们每天晚上你们两个人跑出去让你给人招请要赶扣，你跟他讲这是我的心意，叫他一定要接受。嗯，那好，我帮您哈把这张支票交给国庆，至于他接不接受哈，就看他自己决定了。这是晋嫂叫我转交给你的。干爹说哈，你要多少，数目多大都没有关系，你尽管填上去。啊，干爹笑。嘿，国庆啊，你这下冒死啊嘛！哎，晋赏狐狸哦，这个见面礼可真大嘞！我看干脆这样的，你把它贴5000万上去了。本来哦，这张支票是要送给感恩的，不过感恩他不肯接受，他说怕他接受了这张支票之后就变成贪婪的心了。哈哈，我跟感恩是心连心的，他不贪心，我也不会贪心的。哎，不准撕！为什么？你要是把支票给撕了，那感恩拿什么娶你啊？你要是想嫁给感恩啊，就听立春的话，填上个5000万甚至1亿啊，我都不反对。哎哎呦喂啊，阿舅舅嘛，你把拜到1亿哦，哇，想不到你的心比立春还狠呢。感恩，怎么样？你来决定。你疯了！我不是叫你不要撕吗？妈，要是感恩要靠这张支票才能娶到我的话，像他这种没有本事的男人，我宁可不要。对啊，我要凭我自己的本事来娶国庆。国庆啊，你爱知哦，这声你有通等的哦。谁说的？人家我对感恩有信心。哎呦，信心能当饭吃吗？那两个
讲安尼啦，来啦，大家拢坐落来啦。啊，他支票哦，掉都掉去啊，再多说也没有用嘛。母亲啊，你有没有跟阿菊婶商量进厂的事情啊？你准备要怎么样教训我干爹啊？姑妈说，要进厂到运动场上去跑十圈，如果他跑得完，撑得过这一关，才准我认回这个爸爸。啊，阿舅舅嘛，谁要让他们罚进厂跑十圈？国庆满月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发高烧，当时他的妈妈身体还没调理好，还是很虚弱，可是他还是咬着牙抱着国庆从乡下跑了4公里的路，跑到镇上去找医生。后来我这条小命总算是捡回来了，可是我妈妈到了镇上的诊所，她就昏倒休克，就一病不起了。当时如果那个姓陈的在国庆妈妈的身边，那这4公里的路就不用他跑，他的那条命也就不会这样子没有了。不要烦恼了，我来到西安了，你现在要进厂跑4公里，就是要弥补进厂以前对国庆他妈妈对不起他的补偿。这么做我觉得也蛮合理的。我反对。为什么？哎，立秋，拜托你好不好，4公里哎，才4000公尺，这小 case 嘛，这有什么好反对的呢？哎，你以为干爹是你啊？你年轻力壮啊，你体力充沛哎，不要说4000公尺啦，就算40000公尺哦，你都没问题啦。你要想想哎，干爹这一把年纪，你叫他在那边运动条走十年，那不是要他的老命吗？我觉得立秋讲的有道理耶。舅舅嘛，可不可以少跑一点，别走那么多啦，走一个70公尺，这样意思意思，走一个随意的就好啊，别那么认真啦吼。不行的，可是好了，你们不用说了。干爹啊，先生，我愿意接受。干爹，我知道这个4000公尺对我来讲是一项很辛苦的考验，可是昨天晚上啊，我已经跟立秋感恩说过了，只要过去能叫我一声爸爸，不就是赔了这条老命，我都愿意。哼，算你还有点气魄。县长，你不要逞强，4000公尺呢，卖功力的会不招没高啊？我不是逞强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这项挑战。很好，那就马上走。哎，不了不了，什么你马上？阿舅舅嘛，你嘛看我良心些，你要有点时间让舅长去练习练习呀、啊。马上他哪有办法嘛？哼，当年国庆的妈妈抱着国庆去找医生的时候，也没有机会让他练习呀、啊，他不是一样做得到吗？虽然做到了，可是他命也赔上啊。做妈妈的可以为女儿赔上性命，难道做爸爸的就做不到吗？我绝对可以办得到。先生，国庆，为了你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县长，你看嘛嘞，运动量是这么大，啊，你到时啊这么严嘛，你要绕着运动场跑十圈呢，我不相信你会成功啦。你这摆后悔哦，也还会赴啦，行，来等啦。如果真有什么意外，国庆跟立秋在旁边看着我走，我也没什么遗憾。哇，县长，好了，咱若讲袂行吼，你家己较保重个啦。我只有在旁边哦，默默祝福你了。县长，我会替你加油的。啊，是好啊，袂啦。好啊啦。好啊，那就开始吧。啊，县长。加油呢！姐姐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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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县长！县长！加油！县长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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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县长！县长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
九圈了，第九圈还有400公尺，加油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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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先生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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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生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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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庆啊，你刚才是跟他说什么？他怎么这么来劲呢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先生，不要自己把他跑了。爸，加油！快到终点了，快到终点了！加油，先生！加油！先生，指导哥，他真的可以跑完呢。爸，先生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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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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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厂休克了啦！快送医院啦！送医院！进厂！进厂！的你的心，我会珍惜，我会付出所有的自己。干爹醒过来了，金总。干爹，国庆，你叫我爸爸的吧。不可以。妈。妈，好了，不是四千公尺十人拢跑完了。对不起哈，你还有1公尺才到终点。你昏倒在地的时候啊，就连手都没有摸到那个终点线。干爹，我进厂。我本来运动定的哦，一公尺吼，那个超薄薄的。唔免啦啦，哈，后人用薄的哦。这个考验哦，你没有通过，也就是说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认国庆这个女儿。阿国庆，你嘛靠人情味的，至少为了这一次考验哦，伊还要拼老命，电轨接袂着下轨呢。你居然还敢说他没有通过？就是嘛。啊，这差一点嘛，娘，你就通融一下嘛。不行，就这嘛。啊，人家在讲哦，法律不外乎人情嘛，你干嘛这么计较呢？我本来啊，就是个很会计较的人。免你讲，大家拢看得出来。伊个人哦，不但很会计较啦，你甲看卖啊，哎呦，胸坎唔只宽，啊，腹肠只矮，你好小气哦。美女啊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我说的这个话，在大陆叫做普通话，在台湾叫做国语，啊，你听无？好啊，你别再冤了啦。其实哦，阿强哦，伊讲也无含无唔对啦。伊个不管差偌济吼，总讲一句，我就是无走完安尼啦。恁大家拢有听吼，恁大家拢有听啦吼。谢大娘，真讲你今仔日真有良心啦，家己肯讲公道话。啊，若无吼，哦，恁大家哦，当作讲我正经心肝安尼来用哦。阿强啊，安尼我是不是应该再走一？啊，干爹，你还要再跑一次啊？国庆啊，为了你啊，我一定要再跑一次。伟大了，亲情真的很伟大。无喏，晋长，你本来应该再走一摆。刚才送你来急救室的时候，医生哦，讲你差一点嘛无救呢，还佫搞我骂到透头嘞。医生甲你骂？嘿哦，我是骂晒的。啊，都医生说。他说你年纪那么大了，我们还让你做这么剧烈的运动，简直是拿你的生命开玩笑。啊，好啦好啦，
你要搁走一摆吼，我用咧考虑啦。要唔讲吼，你着爱小休困一下，啊恢复一点元气。啊，若无正经卖你，你闹什么三顿两顿？哎呦，这个责任我是担袂起哦。啊，你东家你啥？因伫咧楼骹啦，在帮你办住院手续。啊，要住院啊？嗯。啊，严重哦。哦，刚到你才知哦。哎，我一个老朋友哦，嘛是住病，我本来才想讲今仔日吼过去甲看一下。干爹啊，你看看你自己身体那么虚弱，你还想去看你的朋友啊？你家己身体够用，开药紧啊。晋长安尼今仔拼老命，敢若差两步尔，最后还是没有通过考验。这个姑妈哦，真的是太没有人情味了啦！真的要晋长再跑一遍吗？晋长被招归北是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，国庆，你认不认这个老爸？其实啊，上一代的恩怨，我们做儿女的也不能表示什么意见了。是哦，今天我在运动场上看到他老人家这样子拼了老命的在跑，让我觉得很感动。你以为只有你感动？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感动。可是姑妈她还是不准我认这个爸爸。为什么阿舅舅们还是那么恨晋长呢？会不会晋嫂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坏胚子呢？这已经拍过了。丽香，你能不能叫王朝跟马斌去打听一下？嗯。我的鸡汤炖好了，我要拿清月孝敬我干爹。你们有没有谁有兴趣陪我一起去啊？哎，丽秋啊，那我们不是刚回来吗？怎么你又要去了？你们去不去啊？不重要了。啊，我是希望国庆能够陪我一起去。国庆，你该不会真的那么不孝吧？人家也很想去啊，只是怕姑妈知道了会不高兴嘛。不会啦，啊，咱这一家的人哦，大家拢莫讲出去，伊都唔知呀。那你们赶快去，赶快回来嘛。我陪你一起去。啊，那快点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快给你，快给你。姑妈吗？无啊，国庆啊，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阿舅舅啊，阿大阿娘啊。你小今仔日住厝的吼，啊坐几工坐到足无聊的，啊，毋则招国庆跟感恩哦，要去踅街啦。嘿啦嘿啦，啊踅街哦，我都无兴趣，啊拄着感恩跟国庆两个较好心，啊，搁要陪伊去啦。嘿啦。哦，恁最近当作我戆到袂白招，啊，敢有人安尼赶车，行路安尼一四界去踅街哦？是啦，是我跟国庆还有感恩要去看晋长啦，那又怎么样？不准去！我偏要去，你管得着啊？那你的代志我是管不着啦，啊！那国庆的代志我当然嘛有资格让我管。姑妈，安怎？你今仔免讨钱？有啊，可是时间还有的是嘛，晚一点没关系啦。时间早，为什么不早一点去开工呢？这样可以多唱两首歌，也可以多赚一点钱呢。姑妈，阿舅舅嘛，讲来讲去哦。不是恁是借口嘛？你无让国庆去见恁老爸，是不是安尼？无唔对啦！伊今仔日来当通过考验哦，我绝对袂去阻止因爸仔囝相认啦。啥物人只会家己不争气，免来当怪我啦。啊，好吧，那我就自己走了。哎，帮我问问爸爸哈。你讲啥？帮我问问晋长啊。
看干爹，味道如何？哼，赞！这好点没？真的啊！你敢知呀？你是第一份有这个荣幸哦，和我亲自下厨为你熬鸡汤的人呢。真是的啊！真是的啊！你哪要对我遐好呢？可能是干爹哦，你看起来就慈祥哎，所以你给我的那份爱。我感觉每次跟阿家己的老爸感慨，所以以后呢，我也会把你当成我亲生爸爸那样的孝顺你。秋，你敢真是希望他当作你亲生的爸爸？大哥，我知哦，我没有这个福气啦。有啊，哪会无？你唔免安慰我啦。到今天呢，我还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亲在哪里耶。秋，假使若是去，互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，啊，你安怎对待？我想，我一定会超友好的。啊，你敢要怨恨伊？我是安怎要怨恨伊啦？因为因。你无尽着做爸母的责任吗？伊阁甲你放杀啦！对啦，以前我有时候想到吼，会有点恨他们，不过我现在不会了啦。现在不会啊？嗯。是安怎？天底下的父母哪里有说不爱自己儿女的道理呢？我相信哦，因为当搞我老爱辛苦逼，一定有他不得已的原因跟苦衷嘛，所以我不会恨他们啦。如果说老天爷能够让我们一家团圆的话，那我就更谢天谢地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干爹，啊，你若买个加加一罐啦。秋啊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情？我有一个老朋友，以前我那住伫病院。哎呀，无什么亲人通去甲看，也无人炖只鸡汤通甲补者，我家己不多点食，无多去甲照顾。我是讲你替我去甲看一下，啊，这鸡汤先煞赶紧互饮。好啊，啊，是讲干爹，他是谁呀？啊，查埔啊，查某的。查某的啊。查某的哦。好啊。是不是以前干爹你跟我提起过那个红颜知己啊？好啦好啦，阿玲我随时的。阿是讲伊在倒一间病院。这样。这样，病院地址，这一段，病房的号码。这里家境近呢。阿玲我随时的。我顺便要看看干爹你的红颜知己是走谁。我是今日看到你哦，去惊到你。啊，伊身材也歹哦。未歹啦，甲你同款，身材足水。那我更要看看。嗯。干爹，阿伯今麦睡的，你自己好好休息。我明仔载再过来看你哦。好。看过。好。啊，你家己爱保重哦。好。好。明天见喽。嗯哼。啊，拜拜。看到入手了后，会当回心转意，甲我，甲咱的查某囝，会当一家来团圆。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
护士小姐，请问住在这个病房的女病人呢？今天她已经自己办手续出院了。出院了？进来了。你干嘛？那个你这边保安的。哎，没了，我是在反省自己的。反省自己？你怎么做？我现在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要问你，你一定要老实的回答。看你这卖表情，要够严肃的对。好啊，你问吧，我一定很严肃的回答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将来的下场如果跟国庆的妈一样，那你会怎么办？那我能怎么办嘛？炸了胸骨了，我将来的下场一定会跟国庆的妈一样。那你愿意吗？不愿意呀、那嘛无法度啊。现在可无法度了，只要你若卖给我，多法度啊。不会吧？我卖给你，我就未死哦。无啦。你即马是咧讲伊倒去啦，哪会讲伊死去啦？啊，无是啥？我的意思是讲啊，会跟国庆的妈一样被抛弃的下场啦。哦，被抛弃哦，你丢搞，你唔讲我清楚，我哪听有啦？哎你，古早人咧讲，讲啥物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啊，参照我即款的个性哦，讲叫我一世人哦，守着一个女人，又像你这么平凡的女人哦，我想愈想愈唔甘愿。哦，你好。我这么就明确改供，我不希望晋赏年轻遭遇的这个悲剧啊，发生在你我身上。所以公，所以你得好心的见过我，是不？黄立春，你长臭美了啦！叫我黄美女一辈子守在你这个臭男人的身边啊，我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啦，因为这叫做暴殄天物。不弄，可是我们已经怎么样？你以为我非嫁给你不可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对你负责啊？我才不稀罕你负责呢，负什么责？好吧，我回去老实跟你讲，其实哈，我们那天晚上，我们两个人根本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啦。像你这种查甫人需要惩罚啦，我是故意戏弄你的啦。现在时间经过那么久啊，你已经无钱了啦，不好玩啦，所以我不玩了，才老实的告诉你。我来喜欢你，我最近身心受到伤害，受到折磨，只是因为你觉得好玩，把它当成一个戏弄我的游戏。对，你倒是好呢。有头壳的人稍微想一下嘛，知以我的个性，我真正跟你发生关系哦，我早就去弄病。你今晚不能跟你弄病啊，因为哦，你我们杀你他。你出来！我今天无生意来弄表，弄到你七公老位，我才输你了。我怎么在讲呢？我看他唔出去啦。到底怎么回事嘛？立夏，你不用紧张啦，他们只是在耍花枪而已。耍什么花枪啊？如果我现在有一把枪，我马上把他毙了。美女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我，来，你上来等下上街多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有一件事情哦，要慎重的跟各位宣布。立春啊，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自己来讲还是我来讲？爱公，你家己去讲啊。好，我来讲。那你想怎奈气到安尼啦？是不是美女做了不守妇道的事，怕你戴了绿帽，所以你要在我们大家面前把它修掉啊？他守不守妇道哦，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已经自由了。而且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跟美女根本没有上过床。你好，美工。
我们有上过床啊，只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喂，美女，是不是立春不肯对你负责任，然后逼你这么说的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不放过他。不是这样啦，这件事情哦，本来就真的是假的，我故意的，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你。有听无？有听无？立夏，你这么给我听清楚，大家哦，鼻腔变到大汤嘞。我跟你讲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酒色财气，声色犬马。嘿嘿，已经没有人可以管我了，我自由了。我重生啊，重生啊！你对不起，重生了，你再度沉沦，沉沦了。哼，我宁愿沉沦，我喜欢沉沦，你管得着吗？各位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出去沉沦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哈哈，不要不要，笑不笑？你们快去死啦，你这个无药可救了啦。哦，白看你。那你怎么跟他们两个一起回来？我们在外面碰到而已啦。哦，对了，国庆感恩，在外面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好。那个晋赏呢？他好吗？应该没什么要紧啦。国庆，晋赏一直希望你能够去看他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他好不好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是不想去看他，只是姑妈她……哎呦，啊，你怕恁姑妈就要创啥？想去就去啊！我们明天陪你们去。哎，这么晚了，还有谁会来啊？我去开门。来了来了，阿 Q 俊嘛，怎么会是你啦？国庆呢？国庆呢？我在家啦。我是担心啊，你们会偷偷带国庆去见那个姓陈的，所以我过来监视。阿 Q 进嘛，你是有顺风耳是不是啊？嘘，好啊啦，免死啊啦，你俩安怎做吼，我搁脚头虎想就知啦。阿 Q 进嘛，阿舅问的吼，你要按怎安怎来监视国庆啊？上个直接的吼，就是我搬过来跟国庆斗阵住。啊！姑妈，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住啊？嗯。除非啊，那个姓陈的搬走，要不然啊，我决定跟他长期作战，长期监视。家己手做伙来看我，干爹。老早。啊，那刚才你一个来？我知影哦，你一定真希望伊会当跟我来，对不？你有看到伊啊？啊，反正你一定知影伊啥吼。我当然嘛知影伊是啥，她是你的女儿国庆啊。对了，嘿啊，我嘛是足希望吼，国庆会当来看我。那你一定会很失望的。是安怎？伊不爱来看我？不是啦，他是很想来，但是那个阿菊婶不准他来啊。现在哦，阿菊婶还搬过来跟国庆一起住呢。伊讲要跟你长期抗战哦，一直等阿你当兵够一季啦。那无要紧啦，李秋啊，啊，我昨晚哦，拜托你讲去看我一个老朋友，好不好？有啦，拢嘛是你。你看到你，伊有讲啥？我根本就无看伊的人啊。我一日去到病院哦，护士小姐来讲，人已经出院啊。唉，伊也是真
投票我。你是要投票李湘？干爹，阿公，你以前也做出过对不起他的事吗？是，我是对不起他。我只是希望讲吼，我一世人会当得到伊对我的谅解。干爹，我是不知道你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做过什么坏事，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善人，而且你更是我们华家的大恩人，这都是我现在看到的事实。哎，我这几年来哦，我是尽量做一寡善事，看会当多做一寡功德，得到一寡善果。会啦会啦，干爹一定会啦。等你若出年吼，我才陪你来看迄个你的红颜知己。到时阵哦，我一定会替你帮他解释的啦。唔知有法度通阁看到伊无？我确定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足虚的。我伫想吼，我惊伊随时哦。回来不一样啊！我走起路来特别轻松，特别愉快。那当然不一样啊，因为你今天敢那咧掉高咧，规身躯我是安尼臭光光的臭酒味，啊，走路是脚扑扑啦。哎呦，下戏下情，叫查某穿到红叽叽，啊，你拄仔从安尼菜价甲退转来哦。哎呦，你有够了然哦。哎呦，哎呦。去我们头前不知道，拍谁拍谁？李春呐、啊，你干嘛要这样作践自己呢？我没有作践自己啊！哎呦，阿舅舅嘛，你都不知呀！我跟你讲，人不风流枉少年呐、啊。对，不过风流很多时候也得付出代价。对啊，进长了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哎呦，讲你囡仔人都唔捌代志，哪讲到那个进长哦，实在有够到头的啦！如果人要风流，喜欢玩的话，那就不应该成家啊。立春，我爸跟你不一样啊，他是因为跟我妈个性不合才会这样的。哎，母啊，国庆啊，我可还没有答应你认那个人哦。你叫爸爸长爸爸短的，叫那么亲的干嘛？不言作令哦，你们大家聊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开始哦。我外面好多朋友都要请我喝酒啊，要庆祝我重现江湖，所以说我想这段时间我会很忙啊，我现在要上楼去休息了。俗话说这个休息是为了走长远的路，好，各位晚安。不对，现在大白天应该叫白安。你白痴啊？下面白痴，我叫做白马王子。我听到会吐啦。这种人哦，一世人都唔改，一世人扣杠啦。我早知道他这样子的话，我昨晚就不应该把这个话告诉他了。大家都在啊。他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明天呐、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进赏明天出院了？对的。真的，他明天可以出院，可以出院。哎，你们两个在高兴什么？米露啊，我问你咧吼，迄、那个圣诞咧吼，到底是要到到什么时阵才肯回去美国？啊，你问我，啊，我唔知你问啥吼。国庆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啊！什么事？我告诉你哦。你可千万不要心软哦，等他出院了、啊、我一定要他再跑一次哦。阿舅亲嘛，你莫卖安尼，啊你敢真是爱进赏一条老命，真是休去，你才会欢喜是？那最好，他死了，所有恩怨就一笔勾销。我会付出所有。
屁！老大，你回来了。你干嘛要坐我的位置啊？又想把我干掉是不是？肯乱成什么样子，在家里干什么？赶快收一收啦！老大，自从你不让我们卖兄弟茶之后，公司只有我们三个人，又没有外人，收拾那么干净干什么？现在政府在大力推行环保运动，你们会不会去响应呢？环保？老大说要环保了，我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我叫你们去查进厂的底，你们查了没？啊，报告老大，查到了。说来听听啊。老大，这本是调查报告书，您过目一下。哎呦，还有调查报告书啊？对啊，老大，我跟马毕两个人哈，非常重视老大委派给我们的任务，我们千辛万苦，历尽枪林弹雨的危险，查出了真相，并且完成了这份报告书。什么跟什么枪林弹雨？你们跑哪去查啊？万华区啊，林森北路、台北桥下这些地方是最有名、最乱、最会出状况的地方，所以用枪林弹雨形容它最不为过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拿来看，拿来看。啊！哎哎哎！你们写些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上面那么多叉叉？老大，我们两个念的书不多，所懂的字有限，所以不会写这种叉叉来代替。哎，改用口头报告好了。是，报告老大，我们查出晋商，他的原名叫做成龙。啊？成龙？没错啊，出身地方的小混混，后来因为啊重义气、够胆识，很快就成为地方的角头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晋商以前是地方角头？没错啊，报告书上也是这么写的。是啊。你们发什么神经病啊？阿爸从美国打电话来说晋长是个大善人，结果你们怎么会说他是流氓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们根本没去查，是不是编个故事来搪塞我，敷衍我？没有啊，我们这很奇怪，到处打听过的。是啊，要不然你们拿的是假资料，要不然呢就有人要恶意重伤晋长。你们啊，赶快再去查，去查啦！下次再这样敷衍我，看我怎么修理你们！是，挡在这做什么？哎，闪开啦！王朝，老大怎么说这份资料是假的？这明明是真的嘛！我也知道是真的啊，可是他不相信，我能怎么样呢？那下次要交差怎么办？给他真资料他不要，那只好给假的喽。哦。我来你家，来等啊等，先生来。进来，进来。来，小姐。晋长，你有没有好一点？有，谢谢。啊，给我进门呢。哦，他还没有过来了。干爹，待会儿阿菊生如果来，伊来讲要叫你加温运动，听佫走十遍，你是千万莫佮答应哦。那你就错了，我一定会答应。晋长，哦。为了国庆，卖公仔。二十年我也会答应。等爱。
一只头梦，夜夜来眠梦，为情为爱为谁痴痴等？莫得得莫得得等，甲心茫茫。莫得得莫得得等，甲人一梦。听见风吹门窗，规心头就震动，就是所爱心的人。心如梦，秋夜夜等你来一梦。等着梦的人，亲像花长红；等着爱的人，装甲水当当。日日夜当梦，夜夜来饮梦，为情为爱为谁痴痴等？莫得得莫得得等，甲心茫茫。莫得得莫得得等，甲人一梦。听见风吹门窗，规心头就震动，就是所爱彼个人。愈爱心愈乱，愈想心愈梦，秋夜夜等你来一梦。